就是忘记带那个搅拌器来，所以我用 straw。OK， 所以就是 OK， 我接下来就是起泡胶。实不相瞒，我刚搬新家，然后我忘记带我的 spoon 来，就是忘记带那个搅拌器来，所以我用 straw， 真的很开心。用 straw， anyways， 来开始。我不懂为什么我的样子很像，我不懂为什么我的样子很像很不愿意这样。其实我内心是没有不开心，真的没有不开心，就是我的样子 is a resting bitch face， 体谅我好吗？不要放太多钱吧，因为我怕满出来。Oh my god， 这 straw 真的是完全没有力，我到底要怎样？到底要怎样搅拌？还是这样子会比较大力一点？哦，好像也比较大力一点。OK OK， 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折磨折磨？我们来加一点珠光粉，你有看过珠光粉起泡胶吗？没有吧？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孤陋寡闻的。只有你不懂。只舍得，只舍得。我只做过一次爆珠光粉之类的。超级无敌难的 ，Oh my god！ 简直要挑战，如何在没有容器的情况下做出来？OK， 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很讨厌用热色素，每次一用热色素，我手整个都是色素。这是淘宝买的，大家小心。看到这个包装，真的记得要避开这个包装。差一点要把我的搅拌棒掉进去，我还不如用手嘞！我真的没有别的容器啊，我就只有这个啊。大家记得要随身携带小棒棒，不然。你看，我加了这样多色素，可是它加出来就是像没有分别这样，就多一点点的颜色，一点点。OK， 然后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的这个是一个 foam hand wash。我是靠 S 边跑到啥是吗？很神奇的，你看它是很像 shampoo 这样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喷出来。只有你一个人觉得生气。对呀、啊，喷出来就这样子。Oh my god， 就是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哦，这个东西。而且你不用自己去弄哦，你要喷多少喷多少 ，you know？ 为什么我要接受这个产品？我没有在帮他们业配耶。现在呢？我们的重头戏就来了，就是放这个，也是 foam， 也是 shaving foam 这样的东西。你知道你的阿哥一定要喷这个牌子的 shaving foam， 因为阿哥。用的时候也这样子呗。
OK 变正常了。哦，没有开玩笑，真的很累耶，这东西有的时候要加一点 conditioner。我也不懂加会有什么作用，可是我就加吧，只要什么都要加一点。这个就把全部东西变掉下去，我的啊，我这样加有点太多是吗？去我的啊！超浓超浓的那种衣服液的味道，洗衣液。这种其实是我买来就是为了做 slime， 可是它完全没有给我用到。我们应该是可以做到最大的起泡脚了吧？现在有吧，有吧。OK， 我们来加喷洒水。喷洒水倒出来了，我是不是用手比较好？没有关系，我有我自己做的硼砂水，就知道你们靠不住。我只能想到我自己。我用这个，不要再吐了。我们做完有一点过硬，所以我们现在加一点 conditioner。这是秘诀，秘诀好吗？大家记住，真的不用加太多，就加一点点，它就很像甘油这样，然后它就会立刻把你的 slime 给松软掉。你看它现在就是立刻软下来，是不是很神奇？ OK， 我们来讲一点这个玉米。哎，你弄到我整个身体都湿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可以弄几大个泡，看到吗？我们来测试一下气泡量。OK， 我用 straw。哇，这加有点太多是吗？有一点过硬。现在是凌晨的一点。今天的影片就结束了，然后这次呢，我会好好收藏。